工作很忙的话，就是打坐，比如说我看你写的那些打坐时间也会比较长，我还没尝试过打坐，就是怎么样去安排？如果你工作很忙的话，那真的没办法，反正就是抽时间咯。其实因为比如说我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当年也比较忙，就是刚开始休息的时候，其实全天没有时间，还要带孩子，还要做三餐饭，还要做很多事。那么我一般干忙完了已经十一点，把孩子因为孩子小嘛，你让他睡着，他一般不到时候不睡的，还要半夜起来喂那个奶粉啊。那么一般忙完都十一点半了，都是快十二点了，那个时候很空，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做15分钟到20分钟，每天坚持，就是哪怕就是只要孩子一睡，我就在旁边坐，就是那个床上，就是孩子在这边睡着了，我就在他旁边。那个时候腿还疼，腿也疼。其实静可能比你们好一点，比初学的人我好一点，我能静下来，但是会在坚持，就是说每天都不放过，不空过，就是说哪怕我今天我空的要，但是我一般坚持，就是说太累了就15分钟，如果不累有时候一两个小时，就是这样子做。坚持半年以后，我觉得就是打坐就成为一种习惯，就是不打坐不舒服，知道吧，就不说它是打坐，就是就跟刷牙洗脸一样平常，就是你很累你也刷刷牙洗洗脸吧，是吧，你总是能抽出时间刷牙洗脸的，打坐也是一样的，总是能抽出来，就是不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重要的什么修行的事了，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就是静坐是一个生活习惯，因为静坐不一定能成佛，但是成佛的人都会静坐，知道吗，是一个很好的姿势。后期慢慢的发展到就是说几乎我在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有些心结打不开的时候，或者是很累的心很累的时候，或者都是在坐垫上去解决，就是盘绕腿就缓解了，不完全是为了修行，所以打坐呢就这样练。那是否是在禅定中才能够遇到自己的根本上师呢？禅定只能说是禅定中容易遇到，不是说你看你有没有上师，就分几组吧，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你能看得到摸得着的这种，还有就灵性导师嘛，这个就是说一般都是在定境里容易碰到。如果你连定都入不了，你的意识层面很散乱的时候，你很难去真正确定那个你看见的那个人是你的上师或者是什么鬼怪精灵变的，你是没有智慧去辨别的，对对，会走火入魔。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自信丧失，自信丧失是你术士你修正成就了，这一世来了你迷失了，然后你的本来你自己的那一世来度化自己。我自己有些时候比如说做事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就是自己内在他会有说，哎，这个东西过了，或者说这个东西，哎，你现在已经很懒散了，应该调整状态了，就是那种东西是不是叫自信丧失？哦，是，你说的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是吧？就觉照到自己啊，觉照到自己。那个还不是，那个还不是，那个还是自己的就是静下，因为你那个觉照那个好像始终更高一点，是因为那个更近一点，还保持一个旁观的角度对生命，包括对自己，所以好像是聪明一点。但是呢，那个不是我说的自信上师，是果位成就的上师。那就是你的术士某一世，比如你已经成道了，可能在其他世界成佛了，你不一定在娑婆这个世界成佛，可能在其他世界成就了，或者是十地菩萨，或者是佛已经成佛了，比如古佛，或者但是你这一世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生下来，你他是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佛啊，比如说一尊古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是有定数的，他说我30岁的时候开悟，他也是要设定的，他不是说一生下来就开悟会说话，那大家这个世界人会把他当妖怪的，知道吧，所以他一定说他会定好我，比如释迦牟尼他会说我是19岁20岁出家，4现出家，4现成道，4现初转法轮，4现涅槃，几岁世界，这个都是他有，他会提前在都有定好。那么其实很多古佛来，他也会定说我到什么时候要开悟，那么他的开悟那一刻，就是说他的本自信上，他本来的那一世的他已成道了，他投胎到这一世的话，
那一世的信息不灭的那个福还是在的，他是以这一世他就过来去度，其实是他自己的，就像化身度化身了，那种，那叫自信上师。那是果，是的，那自信上师必须是你自己已经成就了，就在果位上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但是佛说我们每个人本来是佛，是，但是如果你生生世世没有证得过佛果，你还是达不到这种境界。是我们本来是佛，现在你在睡觉。还在睡，一直都在睡。对，你在错觉里吗？所以如果我这是法华经最重要讲的，我们本性都是佛，就是你一直不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啊，就是佛学说啊。那我们的本，如果是我们的本来是佛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活得这么委屈？佛法力无别，彻万法觉，无所不能啊，很得大自在，就是有神通具足啊。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啥也没有，我们本来是佛，现在控在这个三维时空这个小小的这个时空里，真的是在流浪生死啊，就是而且很脆弱，很无名，就是很无奈，很多事情无奈的接受着这个事情，好像学伴我要生了，生了我们都做不了主，死我们更做不了主，是吧？生老病死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怎么努力你都解脱不了这生老病死，是不是？最起码这是平等的苦啊，大家都会死，都会生苦，都记不得了，死亡得病这些都会有，衰老。那现在有点如果就是世间，你会比如说慢慢从这条路上面走，你就会遇到好像很多上师。你是指的这个世界的，还是你内在？这个世界，这世间的能看得到摸得到。很多老师吧，人家说孔子说三人行还必有我师呢，看你在哪个领域了。你要说在佛学里边，我觉得那也会有很多善知识，很多老师就是比如说走在你前边的可能都能充当你的老师，比如说我们在学校上学，还有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有很多老师，就看你自己在哪个级别了，你在寻找什么样的老师，就是这样。你是研究生的可能，但是一个大学教佛学的大学老师和带博士生导师的老师可能能教了一年级，你就是一年级他也能教，是不是？但是一个一年级的老师教不了大学生，是这样的。现在就像深圳很多的这种心灵培训课程啊，或者是应该广州也很多，也不能说他们不好，就是有很多很它属于善巧方便性，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些你的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你心里有个失恋了，你心里有情结，或者是有些东西啊，通过一些游戏啊，一些心灵开示啊活动啊，你突然那些东西就暂时的消失了，但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你又不行了，是不是？你又得参加课程，你又去解决你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总会掉在同一个陷阱里。哎，我们这边失恋了，那边拿起来的时候又不行了，又放不下，或者又失去了，或者我们又开始解决问题，好像一生你都在解决烦恼，解决问题，你的烦恼永无止境的，就是患得患失啊，烦恼啊，恐惧啊，失落啊，甚至疾病衰老，这些永无止境的，好像，所以心灵课程就像药品一样，吃了就像感冒也要吃完，你说你再不感冒不可能。